嗨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再度回到喇叭的游戏频道。我们继续昨天的剧情模式哦，我们昨天来到了狼吞虎咽，就东屋城刚开启。那这次呢，我们就走进化派的路线。哎呀，安生还安。多年来的东屋城遗迹弥漫着毒气哦，是新伦敦挥之不去的阴影。现在是时候让那些受诅咒的地方重见天日。海星阿甘、残月阿甘，等一秒哎，马上就到，有你们真好。哎，为什么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哦，哎，为什么？嗯？拥抱适应，适者生存。强力疾病等降低等级。采用电梯，明在设吧。那黑山，我找不到在哪里了。他说可以探索。文轩安安。我们现在就靠这个胡说八道过日子吗？适应适应个屁！那我不如死了算了。进化派或许觉得可以操控那个愚蠢的总管，但如果他们觉得我们会乖乖听话，那这大错特错。这是我们的城市，我们输掉一场战争战斗，但不会在大战中落败。啊，无影响哎、欸，哇哇，直接整个不怕冷哎、欸，我看，真假的？是不是断了？好啊。开了，等一下吧。
欸，这样行不行啊？那直接关闭耶。完了，我不应该适应的，我现在没有办法了，艾莉安安死定了，完蛋了。哦，那人在这里哦。三个在一起，啊！为什么完蛋呢？因为没有燃料。建造瞭望塔，建造两座瞭望塔。产出完全没有差别。热能器没有用了，因为适应之后，他们不再需要热能器了。
进化派去死啊！他们的温暖，他们不温暖呢？派一些人力过来，有产出，只是他们不太需要了。你看枢纽都满了，他也没有任何的火炉。我关了安安，咒骂着进化派。我看能不能先解决进化派的问题。哎呦，这个有点猛哎！哎，我没有点可以投吗？暗夜晚上好。对啊，我整天跳错误。这个也变中文了。
哦，因为他有接到一般破双啊。没有核心，等一下，等等，没有核心，那我玩个屁啊！完了，需要 F5 吗？哦、我按、啊、我开好了，你看一下画面、哦。我先试一下，看能不能。我们先把这改一下。来试一下，誓言党不愿意谈判。土耳其党，刚开哦，人数比较少，我们差不多就直接开始了。这个感觉怪怪的，他没在跳。保护海豹。拿取杂货，市民也该洗澡了。区域不再受到破坏。哇，至少维护了和平，真感动。The delegates have reached a decision. A new law takes hold. Are you listening, Steward? Steward.
还是要想办法解决誓言党的不满哦，不然他一直搞事。遭受到东吴城某些市民采取激进行动。这边可以再盖物流区，不行吧？这三倍数三倍数都变成一倍数了。这边还是要盖个医院。众议会政治部宣传投票，让情势紧张降低。研究暂缓投票。
行，没得选择。他现在可以正常显示在直接画面上嘞。哇操！没有 bug 了，刚刚是 bug。当他正常显示时，他就无法显示。怎么可能才33？我都他妈的引导投票了。Apple 决法案就要等下一次了，反正10周可以投一次。看来还没有准备好，不能随便点那个呢。工人宿舍，牛了，毒气过滤罐。我们必须忍耐。这个进化派跟当初一代那个什么拥抱寒冷那个很像哎，之前玩的时候他们也是完全不怕冷了。提案。
引导式投票，观众议会，要67呀、啊，有点难呐、啊。再次闯关，我不知道。闯起来，聊天室，闯起来！感觉又 bug 了呢。哎，65过了。哎，那真的怪怪的、啊。八点数没有办法买票吧？全数封闭，东屋城不再受到毒气威胁。在以往的众人眼里，荒极恶土，如今你变得适宜人居。这个奇迹证明了我们不管在哪里都可以定居下来。曾经受诅咒的城市将成为我们进一步扩张的跳板。原来冻土真的可以成为我们家园。干得好，我们就快成功了。你已经向人民证明可以拥抱冰霜时代，在这个冰河时期也只是培应适应的推手，我们的未来就在不远处。不过一路走到这里的人们出现了分歧，新人都如今动荡不安。又是誓言党，又是杀人啊，又是同一个画面。乌托邦之梦，其中一名誓言党刺死了进化派的讲者。与此同时，一群誓言长攻占城市许多地方，新伦敦即将陷入灰暗。进化派既愤怒又害怕，新伦敦容不下这种恐怖分子，他们要么离开，要么就别当什么誓言党。他们准备反击，流浪誓言党
不仅能惩戒这类罪行，还能按照进化派的理想整顿新伦敦。你可以终结这种疯狂行径，试着和解，不过你必须确保双方都愿意让步，但这并不是唯一的方式。许多市民会背着你进行集会活动，你可以重掌队长职权。什么？你可以重掌队长职权，分隔不休的势力并维持秩序。我们上次是写着维持秩序了啊，四元党试图和解没有办法，因为我们极端措施使城市分裂了，我们只能流放他了，叫他滚。重新安置到新聚落。誓言党遭到流放，必须离开新伦敦。为了不使这项判决成为另类的死刑，他们必须有个新家。迎风沼泽有一个废弃热能基地，那边足以建。哦，我们反而要盖多盖一个哎。将情势缓解至严重，结束战争区域。原来是这样子啊。小渊渊，原来他是拯救性命。
噔噔噔噔。他们不再需要了。迎风沼泽，总比那个破地方来的好。我在这里很自由。哦！干，这什么鬼？感觉我先挖住宅区比较重要，我们就一整条延长，这个大平地刚刚好。而且这根本就是封闭区域啊。有一种被流放的感觉。真的大清洗，有人在今天买了来玩了吗？我看到我 Steam 好友陆陆续续都买了。赎回俘虏。结果越发嚣张了。买了带没完，好
这一代跳跳什么、啊？这边又没问题。他只能透过这里才能够转过来。优先改善环境，环境被改好，你那么急着进去住啊？送头是不是啊？至少等我改完吧，这年头现在年轻人都不能等的哦。小朋友不要那么急耶，落实和平。
各种抗争枢纽盖一盖。运营到十万人，没有啦，差不多这一章要结束啦。先要想办法降低他们的不满，降低抗争。除掉城市里的誓言党，还有6774个。至少他们可以交互取暖。这边誓言党只会抗争，但是只有誓言党。建筑工临时派遣的，工作结束就会回家了。进化派招募儿童士兵，战争也蔓延到另外一个区域了，大部分孩子拒绝开口。招募儿童是不可取的，我宁愿得罪进化派。哇，干，这个反对也太多了吧。秘密警察投票议会，冻土人，
流放弱者太残忍了。哇！投票，这要到六十几个人，难呐！好，开头。哎呦，好险没 bug！ 冲起来啊，秘密警察！干三四个，明明这么多支持啊，这有问题啊！不是，观众人数票没有算进去啊，哎，又 bug 了。监狱数量不足哦，原来是监狱数量不足。加入总管民兵，怎么互动？画面上有，要先授权。终止迎风沼泽的所有贸易。良好条件暂时。
提供石油。提高到十万欸。让他们极尽温暖。超忙的现在。宣誓效忠吧，会有更多的卫队，可是可以解决更多的人。大夜晚准时睡觉。这游戏没办法玩到十万人，差不多到三万多就开始小卡了。而且存档也变超卡，不再卡几天。
今天是921。哦，对耶，刚刚好。挑战军官，军官获胜。我想跟你募款一下。把他们送走吧。这个工业区完全不知道抗议活动在抗议几点。对啊，我等一下要自由模式。你怎么知道？我想要通过，
哇操，这个戒严是怎样？动土人大多数反对，你有什么资格反对？废除精英功能。价值观科技大招点出来，价值观好像没有耶，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是价值观科技。我知道现在大家都不怕冷了，有够狂。还是说要发展同一个方向，他们才会点可以点大招？同意独裁，我们要实际戒严，这样大家才能游走在街上横行无阻啊！你们都是不被戒严的那一群人，你们是要负责去戒严别人。你们拥有如此的权利，因为你们就是议会，议会就代表政府，政府就代表国家，你们就是国家。哦，左下角三个圈圈，谁买了就可以点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对，党国能过吧？好像不行了。哎，这么多支持，结果还过不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哦。我还要建造相关的。全面研究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按下问号 T 查看教学。可是我不知道大招差在哪，
所以我们应该是要往尽量往同一个方向点，然后点出大招。讲实在的，这个四印的大招很狂，完全 不需要那个不怕寒冷的。哪里安安？对新伦敦市民采取核准议会。完成新的家园，围捕所有誓言党，可选择完成新的家园。哦，下面的这个任务，唉，
我们就是要把它夹在中间。用物料换煤，换煤炭。你要原安。这边完全没有劳动力，他妈太屌了吧！这个我觉得没什么差。过不过都无所谓，因为训练队员本来就没有用了，就是拉回来，拉不拉回来，他也没有其他法案可以选。他好不容易才拉起来一点点信任值，我们还是不要把它搞烂了哈。
劳动营，好夸张哦！杂货加100，超浮夸的。战火延漫到另外一个区域。一群试验党激进分子烧了进化派常聚会的一处酒馆，他们事先堵住了所有出口，造成里面67人葬身火海。愤怒的市民要求我们伸张正义，没有错，我们要支持进化派。血债就该血偿。你除掉了城市中所有凶残的试验党，进化派对此大表赞同，但他们同时也请求你去除那些人的危险思想。进化派的发言人表示，要是怪兽的毒液，也就像是尽责的青年这类扭曲思想还存在在我们身边，光是除去怪兽有何意义？只要远离那些想法，肯定能说服许多试验党离开他们的势力。他们也建议采取更直接的行动，降低试验党的人数，散播他们恶习和消息，或是宣传进化派的理念。废除尽责青年。诱导投票，哇，支持诱导之后支持也超多的，诱导超好的。饼干干，你准备好了？准备好什么？准备好加入试验党被我流放吗？好哦，我也准备好了，去拿吃的。李安安，大安安。送到菲律宾吗？国军运费蛮高的，你可能收到之后，你还在缴个20%到30%的税金啊。你 OK 我就 OK 啊。这么夸张哦？
因为当地就有电脑啦。啊，你进口税跟那个出口关税那些有的没有的。我猜啦，因为各国家都不太一样，但是呢，税额都是十几八块起跳。你怎么跑到菲律宾去了？薪资待遇比较好吗？还会再回来吗？还是你就永久定居了？那你可以帮我认识一下菲律宾妹子吗？对啊，二代出了，很好玩，超好玩的。半年后，辛苦你了。看你那个 IG 生活蛮惬意的、啊，怎么突然一个转眼到菲律宾去了？三十个才一个，比例很高哎、欸。The votes are in. The measure passes.才一个看得出来，好啊、哦！拘留户外，很不人道。我们可以转交了。皮肤普遍黑，当然啊，那我们比较靠近赤道啊。我们当中的敌人已经被歼灭了，现在同心协力，再也没有暴力闹事者破坏。能破坏他们得来不易的团结，我们的末路放逐，毯子、屋顶、壁炉和家园，我们给他们需要的一切，甚至更多。我们给的可不是必需品，虽然他们只是需要一栋房子，我们却给他建造了家园所需的一切。别理那些关于进化和流放的窃窃私语，总管，我们做了对的事情，我们帮他们取得成功，这是仁慈的表现。如果他们搞砸了，我们也问心无愧，真是屹立不摇。你选择支持的进化派，放逐了誓言党，新伦敦愿意接纳改变，全员适应并进化。或许希望大家和睦相处，支持进化派眼中的未来。
或许你竭尽全力了。没玩过一代二代难吗？一二代完全没有关联，应该说游戏的方式没有关联，但是剧情有关联。可是剧情也就是你只要二代前面稍微看一下就知道了。音乐好大啊。对啊，二代比较偏向于经营建设，一代比较偏向于应该说二代没有一代那么刁，二代更考虑的是资源平衡。所以一代玩没完全没玩过没差。我记得一代现在打折打到谷底啊，可以顺便买啊，也不贵。对，一代是算求生，二代是经营，没错。对啊，才台币40几块，超便宜的，不买了不会后悔啦，保证。而且它还有 DLC 可以一起买一买，真的超好玩的。一代二代你买一买，你大概可以玩最少一个月去了吧。